帅哎，有吗？有帅，有这个有帅，我靠，超帅。好，那这个阿姨今天呢，跟波波来到这个永和最棒的健身房。没错，永和三剑客，永和三剑客，对对对。听说呢，这个健身房的会员们就是每个都很粗很巨啊，都练得很壮。没错。到底是不是诚如这个谣言所说的健身房都是一些肌肉怪物呢？今天就由盖伊我跟波波来担任主考官。我看到这样子，非常非常像这个凶狠的教官，像那种当兵的时候那种变态班长。你是爱我还是恨我？那今天呢，就请到波波来担任我们今天的教官。那我的角色呢，就是要来找健身房的会员们来挑战花式伏地挺身，看一下他们是不是体力那么好，能跟得上我的花式伏地挺身。那今天呢，就请波波教官帮我们监督一下。如果他们有做到，那我们就是有奖品、参赛奖跟奖金。我今天会分好几个 stage， 好几个 label， 一关一关我们来。如果他都能做到呢，我们奖金就是直接往上。那我们就去找会员去。找你玩一个伏地挺身的小游戏，可以玩一下，我做什么，然后你做什么。我可以之前先伏地挺身暖身一下，非常简单。等一下我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，然后我们会一关一关来，然后波波会帮你看，有过的话我们就算通过。那有不同 level， 越高的 level 就是奖金越高。这样子，第一关叫做 Super Hero Landing， 然后接瓦格纳波。OK， 那我来示范一下。好，一、二，我当的 forever。很帅，很帅，很帅。简单但是帅。对，这个手机录起来可以发现动。预备，开始。Super landing， 再一个，最后我当的 forever， 哎。可以。哎，有，脚打开，脚打开。啊，可以。教官怎么说 ？OK， 给过。他有抓到那个感觉。第二位在旁边观摩了一下。刚练完胸，不知道。刚练完胸。这是借口吗，教官？是。你会跟你的教官讲说你练完胸吗？啊！我真的哦，这个可以啦，我是觉得可以啦，觉得 OK 啦 ，OK， 对，就是、okay. 就是没有那么帅的。下去，然后、然后就 Super Hero Landing， 帅的，然后脚打开，不是脚打开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样，不用飞，不用飞，还不用飞，往外开就往外开。这样开门跳就好了，开门跳，我们开门跳。一、二，我看到 forever， 对，没关系，我们第二关卡怎么样？好，第二关卡，第一个关卡就给他过，因为他有点电很进阶，他有他飞起来，对，我们飞是后面。第一关呢，我们的奖品是蛋白棒，第二关开始才是钱，这个阶段叫做神射手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在做的时候，你会很像神射手拉弓，射出去的那种感觉。那我来示范一次，所以你两只手要撑开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记忆打出来了，有，好，
个动作怎么做？过，恭喜！你这个练胸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试试看。刚练胸，我怕你。他背后穿一个神龙，神龙之力，有了，我有起来，加油，加油！一个下，加油！加快一点，对，手拉开一点，好，然后往先往单边走，对，另外一只手要打直，要打直来算，这只手，对，就你侧过，对，侧往这边走的话，这只手要打直，哦，打直，全延伸，教官怎么样？你觉得 OK？ 给过。你确定你今天是有严格的？只是他真的没有那么帅，没有那么帅，但是还是有过，意思有到，意思有到。对，我们其实意思有到就好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太严格的话，你知道，我这个人心肠就是软。下一关会很严，因为我这一关已经上了，所以下一关你要加强。OK。第三关呢，这招叫做三头一压击。这个动作三头吃很多，平常我在练三头，三头蛮多的，蛮弱的哦。对啊，哇！我现在示范一下，首先你要两只手握拳交叉，好，这样在地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这个有帅吗？有，这个有帅。好，准备好就我们开始。这样，一，对，再一次，下去，下去，往前，冲起来。二，来，三，最后一个，四，五，哇！有这个给过，这个给过。可以了，多做没有前面做多，多做没有，有，还没到。这是什么教官怎么说 ？OK， 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这个真的有。然后呢？然后下去，下去之后手往前，二、三、四，还有，哦，他觉得这个动作很轻松，对，因为发现他的三头是比较发达一点，对，他也是三头，真的三头是粗的，对，他也是三头发，挑错动作，所以这个动作对，下次我看到对方三头很粗的，就不要这个动作，对，我们就改二。对，撑起来，撑起来就好。现在不用下去，就直接撑起来就好。撑起来，手撑直，手打直，撑起来，手打直，可以，你可以，手打直，扶起来。OK。我第一次看这个，这动作真的有难度，应该是每个人强的地方不同。有些人协调很好，但力量不够。对，有些人力量很强，但是协调不好，所以做起来会不够帅。对。但你如果有力量又有协调，做起来就很帅。对，我觉得这动作真的设计很有设计的，设计过。对。第四关就真的，我个人觉得有点难，那叫做超人飞。我们等一下会先做一个飞跃的大字形，然后下去之后第二下往前，好，就这样落地两下。好，让我先示范一下。有帅吗？有帅。那个手腕小心一下。好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哦 ，OK， 教官怎么说？我觉得还可以，因为虽然动作没有很标准，但是算是看得出，对，看得出有那种，对，弹得起来。来，大一，我觉得 OK 耶，我觉得他协调很好，对，因为我发现真的协调性很，对，因为我发现他是可以一起起来，对，他是一起，对，他是整个一起起来弹起来。那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动作，名字很简单，单手一，哦。
单手喷，就单手喷，就单手喷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但是很难做。OK， 我们试看看。接下来第三关可能就
有一点点难，要飞起来，我不用飞，我可以一点点。第三关一样，我们叫三头一压机，然后是女生版本，对，一样这样，然后只要把自己撑起来，撑起来，可以来这个就给过，好来喽，一。对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七，加油，加油，七，八，九，最后一个十 ，OK， 好。第四关，很简单，就是正常的。这是两个，就是脚打，对。脚掌不是正常的，这个我要跟你讲，注意重点就是身体不可以软掉，头先要绷紧。对，屁股不能掉下去，把自己想象在做把戏这样。对，好了，好了，用力哦，加油，然后再下来，加油，加油，有过，哎，过，不是。以女生来讲，真的我觉得不容易，而且就是我刚才讲的重点，她有知道。因为我教学这么久了，我发现女生通常会不成功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她的核心稳定。哦，那你核心应该是蛮强的。有上过教练课吗？有。在哪里上？这边啊。哦，教练是谁？莉莉安啊。哦。那你觉得这边的教学怎么样？太棒了！世界上最棒的，那世界上最棒的，还不是永和最棒？世界上最棒的，对，一定要来这边。就冲着这句话，第五关还要比，你知道吗？直接过，没有，就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一样，就是标准的伏地挺身的爱的伏地。哦，好 ，OK， 简单啊，标准伏地。你要怎么样都可以，这样可以啊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那我刚刚到底是怎样？
下降啊、哦，来，耶 ，Go， 一下，两下，好，然后 Forever， 我刚打，哎、欸，翘，翘一个，翘，翘一个，翘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翘，翘，快点，有有，你要推高一点，继续，翘。起来，然后来个夜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给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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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过给过哇，狼狈啊！那我们换第二进阶，进阶，进阶。其实也没有很难，其实也没有很难。好，那我来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。我的这个三头力压机，等一下呢，双手交叉握拳。好，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你是骗我？没有。你是骗我？哪有骗？有我没有骗他。嗯，这是有问题。没有了，后面没有了。对了，我骗你，后面没有拍手，没有拍手，就这样子。就撑起来，就这样，两次，就是沒力四下，一下来，好，哇，二下来，三，四，好，然后五，三，然后就弹起来，抬手下去，一下就好，一下就好。教练该有的激励与体能，没错，教练的价值。谢谢，恭喜 Vivian， 记得来找他上课，找他上课，永和三剑客。我真的会做伏地挺身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。如果大家想看一下我们去找路人挑战什么样的项目呢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我健盖伊波波，记得找 Vivian 上课。没错，加油！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